V 三是什么车啊？那这个车什么 V 三？V 三后面 V 三什么车？哦，那个也不是 V 三，我看了个 V，我也是那个妈的 P 弯了。V 三是什么车？我不知道呀。你车太多。V 三难道是 A 四吗？A 四今天下午我们在开啊，一直在开啊。A 四是 V 三吗？后面？哦，对。那就是 A 四。哎，我回来的时候，我在洗澡的时候打电话来的，那肯定是。哦，他停在那蒋维娜那里啊，他停在给蒋维娜装电脑，然后停在蒋维娜楼下了。哎，等一下啊，我把线搞一下啊。嗯，这根线啊，有根多余的。嗯，没事，他们刷一会儿嘛，没关系，他们不怕累的。有点陌生啊，这个大车。小手机哦，在我这。到时候再来换吧，啊，先开这个车。别急嘛，我跟你讲，你们要暗示他，我有辆更好的车，对不对？这样才有节目效果。你先有一辆好车打店铺，还有一辆更爆炸的车在后面，这他妈才牛皮呢！你们懂什么呀？一开始开个 P1 过去，哎，这是什么车呀？要感觉你们要是告诉他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今天约个，我们晚上面约个妹子啊，还没先约一个，然后到时候再说，我们先约到再说，好吧？先开一辆劳斯莱斯，然后我操，妈的，这个车不行，我操，换更好的。你1000多万的 P，你们要告诉他，你们要想办法让他知道我还有一台1000多万的 P1，对不对？要这样的感觉，懂吗？懂了吗？跟小孩子一样，一开始就开 P1，开 P1，节约一点。P1开坏了，修都修不起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 P1开坏了，我修都修不起。你让我怎么搞嘛？开坏了。明白啊，待把明白两个字打在公屏上啊，不开幻觉，不开幻觉，不开幻觉，幻觉音响没去修，等我音响修好的时候再说。真爽，劳斯莱斯真好。他妈这么慢嘛，希望太差。这个怎么样？这个好的呀，你来呀，好的呀，这个怎么样？这个、可以是吧？嗨，这个呢？这个喜欢吗？哇他妈，这是太非主流了！我操，哇，这个好看！对不对？可以吧？哇，这个可以啊！这个我觉得挺好的，我喜欢这种标志。哎。
这个他妈还丑啊！我是真的服你们了，这个他妈还丑，我他妈的喜欢这个妹子。S 喜欢朵薇吗？这个还丑，我真的服你们了。真的服了，我觉得蛮好的这个女的。这个呢？我操！我操！这个女的也可以。蛮好的这个女的。这女的蛮好看的，长这样，哇，腿好细啊！妈的，跟铅笔一样的这根腿。这个腿真的细。就他了，啊，有个回我了，他说在的哦，要点单吗？现在新用户限时活动，包30减20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花10块钱就行了是吧？这个回我了，这个要不要？这个，哇，都回了，兄弟们，选哪个？1、2、3，都回了。嗨，我是微朵，有时温柔，有时逗，一逗逼的女孩子，你想了解一下吗？你有故事，我有酒，以防万一哦，以防万一与你什么东西啊？我家刚好有床。你喝多了，可以睡哦。给签名这个，要这个，要这个，他什么意思啊？接美服欧服是什么意思啊？就要王者荣耀吗？还是英雄联盟啊？这王者荣耀吗？LOL 啊！他是个 M 天蝎座，什么意思啊？叫做猎游，猎人的猎，游戏的游啊。小姐姐，晚上好，真好看。可以。下单吗？我看一下别的，什么下山？点歌下山是吧 ？OK， 可以。
你觉得他，我说我加你 V 转你可以吗？先骗个微信啊，先骗个微信啊，先骗个微信。什么 APP 啊？猎游，猎游，我妈的约了很多妹子，你都不知道吗？这上面，不知道她愿不愿意啊？先骗个微信。哎，我觉得这样，我觉得大家可以打跟我打个配合。等一下呢，你们可以去私信他的账号，然后跟他说让我可能回家换车啊什么的，可以这样子。我觉得这可以。对，车没油了，不过问题不大。你好，你需要游戏散分还是陪玩散分呢？一个男的找我，天了，他说 OK 的，哎，他说 OK 的，我叫他加我啊，你加我，真好，他说 OK 的，等待一个小红心，等待一个小红心啊。好，可以啊，这个腿他妈跟铅笔一样细啊。我的天，我操，我一点都不想你，两点才想你，我操！哎，还有泳衣，泳衣，我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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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靠！真不错，这身材，兄弟们！妈呀！哎。注意吃线是吧？好的 ，OK。怎么办？可以约一下，可以见见。你要控制住自己啊！感谢云姐的一个火锅啊，谢谢。哪个是你啊？是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粉红色的车子，粉红色的，等一下啊，是吗？啊，你上来呗，我移一下位置，等一下，等我解个锁啊。上来吧。你刚才在前面。什么？我还没到。你是不是在前面？我刚刚在前面。哦。嗯。脱外套。车里面。开了暖气。啊。我把你外套放后面。啊。哎，你这是什么打扮呀？我没有很不了，我在直播没关系吧？嗯，没关系。就你这是什么打扮？就穿，哇，那腿真的好细，你知道吗？可以把这个剪掉吗？剪成短裤。剪不了。你这是什么直播呀？啊，虎牙。嗯。什么叫上手了？没有上手。你系安全带了吗？系了。嗯。现在去哪里啊？都行。嗯。看看他们这边，看看你可以吗？
续吧。我直播人不是特别多，让我接个线啊。嗯，好。我转了啊。嗯。